开局坏起来了，我操！我打完这把看他出手有没有人，我看他下把输没输。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不懂他绝 Q， 不好意思，新朋友，确实不好意思，新朋友，我说了不懂他绝 Q。没双招有点难受。我就喜欢打移动的靶子。打小炮前期不好打了，还没双招。我这把想赢，然后看到武器输，我不想输啊！确实我这把一定要赢，然后下把武器一定要输。我这把他妈刚挂完要输，就被恶心到。我这把务必要赢，务必要赢啊！放松，伙计。寒心寒心，出了个装备寒心吗？想到好主意了吗？大家加油，大家加油，这把我一定要赢啊！上波确实拿那人头没有用，因为我没有出装呢，而且少了双招，不然我单杀那小炮。拿下，已经赢了，我宣布。我宣布，从现在开始已经赢了。我正式的宣布，从现在开始已经拿下。试试我吧。地板要不要多打会？虽然明天早上有事，我现在白天做别的，有事情了。但是我想看能不能上个一百分的项目。觉得走运吗？确实，现在早上真有事啊！早上真有事了，看情况吧，看不对的话多打会吧。博兰好兄弟，尽量多打会吧。这场都是两点多下的，现在。勋章盛世吗？
张杠铃，兄弟们稳住，我来吸，马上秒到小炮，马上秒到那小炮。全部残废，老本，武器有没有输啊？武器那触诊有没有输啊？注意了吗？我这把感觉有点小优势，我不懂那触诊现在输没输。打完看，我可没有忘过这闲工夫。看能不能排到他，我排到的是我在搞你。必须要你输，喜欢恶心人，只会欺负那些。我可没时间胡闹。老鼠，确实弄胆小一点的。什么情况兄弟，什么情况，被捉一次跳入寒行，确实没我没想到那个木子跳舞，确实没想到那个木子跳舞只会欺负胆小的，我排到我这种有正男人，他妈的我不惯着他。坏了坏了，他妈等级被压了，什么情况？在玩什么呢？运吗？坏起来，坏起来！兄弟能来一下吗？能来一下下吗？感觉彻底坏起来啦！这把输老子心太大了。完了，感觉血量有点低，有点急了。他满血的，感觉被晕。An enemy has been slain.喂，呜呜，可以可以可以，拿下拿下，又好起来又好起来，感觉输不了了，确实本来有点难打了，感觉上波要被越那种情况下，又好起来啦兄弟，虽然上路被单杀，我被捉一次，现在好起来了，我操，一定要赢啊！我赢了，那出生就难受，那武器就难受了，确实这样子，这把赢了出生肯定难受了，这把他输了，心态放下，两天睡不着。让你两天他妈睡不着啊！喜欢嘴贱，那畜生肯定会看我战绩有没有输。小炮兄弟，上路怎么被连着单杀两次，补刀被压了，不好打了。确实这把不好打了，对面木日后期比我们只有用。完成了。
呼呼什么情况？这个情况。对面兄弟能不能来中针的？来中针的，来中针。还好没有上啊，打得比较稳，还好没有太冲动，还好没有很冲动，不然死了。这波没什么优势哦，有一千没出装了。末日在的，末日在的。这波真的没有优势，他妈有一千卡格子出不了装备。不好赢，不好赢，我感觉不好赢。我就喜欢打移动的靶子，确实感觉不是很好赢，我不懂为什么，我感觉不是很好赢。刚入十三次，真的，我这波能秒掉他，我他妈不懂他在不在啊，兄弟。不在我就杀了，我他妈他不是在啊。前期男枪打小炮不好打，我前期优势没有双招优势了。那么这跳我两波了。这把还是不好打。上路那个离得很疼，这边上路十二级的，准备十三级。觉得走运吗？一直看不到末日的影子，不懂在哪里啊。放松伙计，失误失误，留着大大招可以杀那小炮的。
不断。我这么有到我的 EQ 闪接平了一个大百分之百十，我没有受惊了。你好，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这个爷爷这把能不能给我一把？这个出征武器一定会看我战绩，我这把务必要赢，然后他下把必须要输，他几天睡不着觉，让你连跪滚回转机。战绩，我这把务必要赢，然后他下把必须要输，他几天睡不着觉，让你连跪滚回转机。这种嘴巴真的很贱啊！他妈开局说的好好玩，他妈直接这样子骂你，怎么骂我就不说话，怎么骂了，过分了。本来我就会玩火男，上个赛季那个号一直玩就好。那他妈拿枪上路没了，最后三场都是火，而且又不是有作用的。因为上路很锤，十四级不好打。要干嘛、啊？这什么意思啊？你在玩什么呢？刷死一个队友又死一个，末日感觉在后面啊。觉得走运吗？我出完青羽直接出个水晶仙不假棋。加油加油，杀杀！放松，伙计。对面上呢，我打不过。麻烦不断。人家交闪了，我没有大功，人家交闪了，我怎么放？没看到野仔交闪是吧？想到好主意了吗？对面那个上单是不是有吸血的？有吸血的是吗？我可没有挂火。起来呀、啊！试试我吧。
难受难受难受，兄弟！要闪，一个 AD 上我们两个人吗？我守不住啊，兄弟！An ally has been slain. 该算算旧账。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 怎么在小兵中间他妈他能压到我什么鬼啊？我在小兵中间能绑到我？为什么？求你了，求你，我他妈求你，可以吗？我不想输这把。当马飞就是恶心一把，确实那畜生恶心我一把，我不是先恶心人，是那畜生先恶心我。试试我。不是我先恶心人的，是那畜生先恶心我的，被恶心一把。给个面子给我赢吧，对面上路好像很脆哦，打他不错。是我装备好，伤害高，还是我？还是什么情况？还是他输不右啊？之前我打这个英雄感觉很右，打不好打的，我感觉我秒掉他的。来保一下我三个塔，马上输赢铁。我不懂出，大家说出无尽还是出复活甲？我不懂出什么，我他妈我不懂出什么。觉得走运吗？我这波没闪，我不出水银感觉很危险，我感觉不用出无尽应该出复活甲的，感觉好像出错装备了。我太高伤害感觉没什么用，我得保命。没能回去啊，老鼠在干嘛？人呢？怎么这样子打？
丁楚回来守家也不会这样啊。我第一时间没有大招，不然我上了他顶不住的。我第一时间他妈大招没好，知道吧？我第一时间大招没好的，我上不了。确实急了，确实急了，有点想哭。感觉队友这样子，我四人都会急，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急，我有点急了。那队友这样子搞，老子我不急啊！我他妈能不急吗？那队友这样子，我能不急啊？安心吧，这波死了也不掉什么资源，也没有掉什么资源。我是不是出以魔刀好点？那边卡他是魔法伤害吗？放个双倍不出无尽，感觉无尽有点难，有点难玩，出不了，出不了。这波死了没有掉大龙，可以的。下波这么装，我他妈让你装啊！可以大龙了，他五十几秒，大家消毒先死别大龙，别死人了，给个面子给面子，再带一波线直接大龙，直接去吧，我的羽毛刀大羽毛刀不用出，我怕队友死了。你在玩什么呢？呜、哦、穿穿穿，蜘蛛仪，蜘蛛仪仔，蜘蛛。队长，我马上就会出现在他们别管他，别管他，就打龙。我不出羽毛刀。最稳的打法，这波我有闪，有点火，有双招，这波很好打。给你带吧，给你带吧，我带的快一点，主要是。我、哦、果然自己才蜘蛛他妈的，跟他说你这样子搞事情。我、哦、能不能不要这样子玩他妈要输啊！别他妈点啦！干什么啊？有病是吗？他妈打四十分钟他妈的点头枪又想赢他妈要装机他妈点头枪恶心一下别人，让老子急是吧？我他妈又想赢他妈你不想赢你直接进来挂机不就行吗？确实又想赢他妈要装机手贱点头枪，游戏他妈又想赢又装机手贱点下头枪搞老子心态来再输，
然后形态不好。这十六杠二能输的。我可能不闹。来团啊！那么老鼠一直去边路带他吗？有搞笑是吗？加眼棒。制止我吧。干嘛一直去边路带啊？那老鼠。下波线，等下波线。那个出拳武器有没有输啊？那出拳打我赢吗？我就想问，那出拳有没有输？我操！